昨天遇见一个女孩，那女孩的名字叫车恩尚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是不是喜欢上你了？非常需要冲动的勇气。我还没有原谅你啊，你超讨厌的。6月24日起，每周一至周四晚间10点，中视频道《继承者们》。我大半辈子都是跟他过的。在交往？并没有。交往过？干嘛老是在别人的友情上加料啊？